关美颜行行不行啊？你给我起边去，起边去啊！牙上口红擦了。装起来了，装起来了！谢谢嘿嘿嘿送的大全套，谢谢嘿嘿嘿。嘴巴有点大，你嘴小，你嘴多小呀？嗯，你嘴长得跟那个开心果似的。谢谢嘿嘿嘿送的纸鹤。Letting go， 我终于舍得为你放开手，因为爱你爱到我心痛。但你却不懂 Lingo 你位居四排战神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是战神。可以跟我学怼人啊。耳钉是线下买的，没有链接啊。我是山东人。有嘴，我这刚才有个人说我嘴大，你问我有没有嘴。哎，我人怎么老连我，好烦啊！我赶紧去连个别人。连谁呢？连夏风吧，好吗？终于看你一次，太喜欢你阴阳怪气，我什么时候阴阳怪气了？还。对不起，我刚才唱歌刚好唱完。好，刚好唱完。那我们今天玩什么？我们你有没有什么新的好玩的，就是能玩的？嗯，完了这个头发。没事，你说。我头发粘住了。没事，你慢慢搞。你不管我。你、哎、那你、哎、没事没事。那你输了你唱歌吧。好。那你也唱歌吧，我也唱歌，你也唱歌吧。好，嗯，行。我没有，就是好像我没有听过你唱歌，就除了你发的作品之外。嗯，好好好，行，我给你唱歌。好，嗯，那我们唱歌。好，那闭麦喽。闭麦。好。骨头嘴好小，谢谢你老大爷，谢谢老大爷。口红是圣罗兰黑管416，骨头还没来得及连，恭喜球球冠名，真爱你。欢迎我的球。这曲挺黄。对呀、啊、刚才那个不是那个相信光那个吗？老妈球球来了都喊老妈哎。What if, what if we lost the minds? What if we let them fall behind and they never found? 你不想看萌萌跟别人连线，那就不看了呢，那就不看了。我是大家的，不是你一个人所有的。谢谢然哥，然哥来了。刚才我刚跟小刘 PK 完呢。没有打过，小刘现在好猛。欢迎然哥，谢小飞鼠送的宝莲灯。My use is yours。嗨嗨，嗨嗨，下播就过来，你早点休息啊！恭喜一个吧，恭喜一个吧。Paradise， 往后一点，心看不到了。我刚才不是怎么看不到？能看到吗？最美好的留给妹妹是什么意思呀？你说小刘吗？My use is yours, run away now forever. My use is yours. 什么重心在前啊？My use是
声卡咋回事？我没有安声卡。来来来来来，没有安声卡。我直接手机直接播的。怎么不用大头特效？我用不用没什么区别，我用不用没什么区别。声卡有问题，我什么时候安声卡？我没有安声卡。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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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安声卡。别在无中生有啊。你十级灯牌，你在做梦吗？哪有十级灯牌啊？才五级啊，哪有十级灯牌？200万太多了，我看看啊，我看点到多少了？点到27万，今天不行啊，你们。今天怎么不行啊？今天点不到200万啊，那就100万吧。那就100万吧。那就100万吧。欢迎蓝心老板，欢迎蓝心老板。居然说你不行，可不咋地。太累了，那就100万吧。你们不行啊。对，我昨天喝多了。喂，收一下塔，收一下塔，宝贝们，收收塔。Between us, now we're all good, babe。谢谢大大，谢谢大大 ，OK，OK fine。谢谢依然哥，谢谢球球，谢谢小飞鼠，谢谢回忆，谢谢大大，谢谢别离多，谢谢一生所爱，谢谢齐安，谢谢舒先生，谢谢冷酷到底。也感谢山奈，谢谢莫林，谢谢安吉拉，感谢不是糖，谢谢鼠猫，谢谢所有上面的家人们。哦，来了，你想听什么？都可以。我其实想听 Letting， Letting Go。Letting Go， 我刚才唱过一，我只会我发作品的那一点点，可以吗？可以的，可以。然后我可以唱完 Letting Go， 再给你唱一个可爱颂，好吗？因为 Letting Go 就一点点。行，没事儿，没事儿，已经完全拿捏。算清唱吧，可能我把这个声音放的小一点。这是一封离别信，写下我该离开的原因。我在你生命中扮演的角色太模糊了，你对我常忽冷忽热，我到底是情人还是朋友？爱你是否不该太认真？ That's why I'm letting go。 我终于舍得为你放开手，因为爱你爱到我心痛，但你却不懂。 Letting go， 你对一切的软弱与太多。后面不会了。再给你唱唱个可爱颂，不一样风格的，不是可爱颂，牛奶歌。可爱颂，牛奶歌。一刀给伊能提油米。阿萨阿萨，阿萨阿萨，乌哟，去哇去哇，伊的那姐妹，那妹。한잔생각하세요우리가족께건강해우유먹고지켜내세요우리몸에땀맞는거항상곁에둬요아이좋아하루종일시원하게어디서나함께해요저부야이른아침에눈에저부야我听过这个歌，但是我没有，就是我第一次听你唱，你太可爱了，真的很牛。怎么唱来着？阿萨开开头，阿萨阿萨，
우유좋아좋아우유좋아좋아일은아침에일은아침에눈에따눈에따우유한잔생각하세요词唱不了，词顺不了了。后面一句词顺不了了，还是你行，我整不了这种风格，整不了。我下次想听你唱那个《若是明仔在》，上次听你唱好好听。行，可以的，给你练。好，好，那走了。OK， 拜拜。好，嗯，拜拜。嗯，走了。拜。I'm letting go， 我终于舍得为你放开手。你的牙肿了吗？我的牙没肿，牙怎么会肿呢？要肿也是牙龈肿啊，亲亲，牙肿了那是什么呀？牙怎么会肿呢？嗯，点累了，加油好吗？People been talking about， 谢谢林公子送的笔芯。牙棒子肿了，我这是单纯的脸肥呀，单纯的脸肥哈。不是都玩游戏了吗？玩游戏要到零点，真的丑萌丑萌的。Excuse me。Malcolm's probably turning in his grave。 是我的宝贝小羊，谢老王送的灯牌。 And so much strength in you and me。 And powerful。 别说丑萌丑萌，你要是不会说话你就闭着嘴。什么叫丑萌丑萌的？萌就萌呗，嘴唇画的好厚，我是嘴本来就厚，嘴巴打疫苗了吗？嘴巴不用打疫苗，为什么嘴巴要打疫苗？我嘴巴要出国还是要干什么？我嘴还能自己单独出门？我嘴巴打什么疫苗？有毛病。开怼，拖出去，不用拖出去，我给你踢出去。骨头他连完了，他不是在连小刘吗？哇，小杨的直播间怎么这么多人在看？他还没那个什么呢，他还没那啥呢，骨头没连完呢，怕你说话传染给我。你在做梦吗？嗯，你真以为咱俩是在这面对面呢？哎，你以为咱是透过这个小小的屏幕，咱是在这面对面？我怕，还怕传染给你？我的嘴能飞过去？嗯？你在这做什么梦？几点开始做梦了？十点半开始做梦了？做梦还梦游，还可以打字，口气不小，没有口气啊！奶茶崽子合照好的，谢谢墨染送的云端告白，谢谢墨染。哦，所以你说OK， 嘴唇上下颜色咋不一样？涂一样颜色很显老。口红是圣罗兰黑管 CL6， 下巴太胖，你下巴瘦哈，你下巴瘦，你那个脸下巴长得跟那个螳螂下巴似的，真无语，无语，你是螳螂。
耳朵上拉丝了。对的对的啊，我的耳朵，我的耳朵液化了，拉丝了。你要晋升十二级，加油加油！我老头说等一下，我要等他，我不等他，等他干嘛？我再不等他。姑妈是什么意思？你不现在都叫她姑妈了吗？嗯，多说话，我现在说的还不够多吗？我的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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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还不够多。我觉得今天自己很好看，你觉得呢？你也觉得？天天熬夜用什么眼霜？我不用眼霜。你觉得不对？放屁！小叉叉。我觉得你想多了。嗯，你也放屁。你觉得我好看，你就放屁。今天口红好看。每天口红都是一样的，不要膨胀。好，我是很实事求是的，好看就是好看，不好看就是不好看。如果不好看的话，我会说我今天有点丑的。看你们点多少了，点了45万，加油啊！我可能都忘了我今天学的舞叫是怎么跳的了。我没有火啊，你的情敌没有特别的多。哎呀，这你们就是互相当情敌就行了，不要为我动手啊，不要为我动手啊。哪天的口红不反光？你们不行啊，今天粉底液用的是 CT 魔法无痕粉底液。口红是圣罗兰黑管416，不是 M416 啊，圣罗兰黑管416。哭了吗？没有啊。我酒醒了。我就醒了。饼爷笑一个，你是哪块小饼干？嗯，你算哪块旺旺碎冰冰？哎，今天旺旺怎么没来？有人叫你老婆，叫我啥的都有啊。是喝醉了之后会醉吗？会的，全世界都知道昨天晚上你喝多了。不知道啊，应该不是吧。贴双眼皮，贴自己的双眼皮，修一个。98年的，旺旺在工作。游戏要等一会儿，游戏要凌晨，要凌晨的。1998年，1898年，我锤死。Powerful 是什么歌？就叫 Powerful， 就叫 Powerful， 就你在那个网易云搜一下就行。
能骂你一下的就是件好事，希望你们开心哦。破音视频的小号王玉萌的小脑袋。昨天喝的白葡萄酒。屁屁有播吗？刘海是自己剪的，屁屁没有播啊，最近。98年的，凌晨打游戏。酷狗是你的号吗？叫王玉萌吗？98年，现在40。你的数学是音乐老师教的吗？98年能算成现在40，是吧？50万吗？50万了，加油啊，加油啊，宝贝们！那我给你们跳吧，要不看你们怪累的，心疼你们。可是你们前天，你们前天弄那个不是很快吗？我要回想一下。等一下，我把窗关一下，有点冷。
挺好看的呀。不好看吗？挺好看的。没有，主要是现在是现在适合我的舞不太多了。现在适合我的舞没有那么多了。行，下次学复杂一点的。我看你们点赞点的太辛苦了，我就给你们跳了。She told me that she loved me by the water fountain. She told me that she loved me and she didn't love him. And that was really lovely because it. 北京人。你好。哎，你好，主播。你好。那您什么主播？我是游戏主播。换一个，这打游戏我他妈不会玩了。拜拜。你能不能给我点面子？能不能下回我说完之后你就稍微紧张一下？哎，别挂，别挂，重来，重来。好好。什么主播？游戏主播。我不会玩，挂了。嗯，好嘞，好嘞，再见。哎，你很不给我面子。OK。嗯，你家那个熊猫糊涂在直播间的吗？不在。啊，看我时候都在，刚看你时候不在。对呀、啊，他们每一次出没的时间都不太一样。熊猫不在，好，把他脑袋摘了。今天不打腿了，摘脑袋了。哎，对，他还有腿呢，我操，我忘了。领不丁头一回知道这腿，我还有点不太适应。熟的跳舞吧。不行，那肯定会熟的，不跳。扎个双马尾，跳个舞。不。他老整这个他能赢的惩罚，你这么的吗？你输了这么的吗？你输了倒个立？不。你学老八是啥玩意儿吗？嗨！哎，我给你学一个动漫人物啊！我给你学个动漫人物行吗？确实。老像了。我给你放这歌，你应该就正知道。猪八戒，看过吗？附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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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我，附体，附体。粉色出演啊！挂了。你今天是不是瘦脸开的有点大、啊？你给我滚！我没开，没动，瘦了这两天。是吗？这我撒谎儿子，我从来不动美颜，我从来不动美颜。好吧，我寻思看你那么脸挂了吗？他有点损，他有点今天他这么损呢，王一萌今天怎么打、啊？打什么？听你的，输了那你说咋整？你说，你别整那个我必输的行不行？啥？你能赢啊，哥们儿？你不是能不能赢，你就整一个。我就跟你说一句最实在话，今天你咋你都赢不了，八个熊猫绑一起都不好使。每次给他放完贼狂的他都没感觉。出了三幺八连吧，你听我三幺八连吗？听过，你别整了，一整那玩意儿跟朗读课文似的。我给你三幺八连。行，那我输了呢？你输了扭秧歌。这他妈哪是熊猫没搁这儿？真没在。你输了我教你跳无极歌。行，好。行。我咋跳你了？你输了，你叫我跳舞几个。我输了，我输了。嗯，我输了还是行。OK， 来吧，这太行了，这他妈输赢我都合适。为什么输赢你都合适？我这个脑子大，没文化，脑回路太慢了。我输了，我教他跳无极歌，他输了，他咋就发脸？他属于俩惩罚呗，兄弟们，是这么事儿吗？这脑回路咋的了？憨憨，他是一个，他是憨憨。就是、那还能改吗？我教他口卡一吧，一会儿，教他一会儿教他口卡一。那你就先你先跳一遍。你先跳一遍。你教的口卡一。你先跳一遍。熊猫来了，哥。
熊猫来了。小马听啥来了？小马，关掉，关掉。我。他先等，让他先跳一遍吧。是啊，好像是我比较亏啊。好像是我比较亏哈、啊。那我让他扭秧歌。输了你也跳，他输了，我输了，我撒娇八连，他输了，他教我跳舞。他教我跳舞，他得先跳啊，对吧？他得先跳啊，对吧？你好笨，我好没面子，你怎么这样？开麦，怎么了？太说话。咱家人上上票，兄弟们，咱该上上，没关系啊。就是说，对，咱们先打出个一万分，就要出个一万分出来，好吧？咱先上一万分。他教我不学不就得了？对啊，上个一万分。喂，任务做一做啊，小心心送一送。喂，对面能听着吗？还差69人，62人，OK， 60人，小心心送一送，任务做一做。70人，翻倍。小马听啥？小马，我那天欠小马一个歌，小马那天刷很多礼物，刷完之后没给人唱，不是我唱了，后来他走了，他没闭麦。他是狗，滚！谢，你不是和他谈谈吗？他在那说我是狗。小心心送一送，小心心送一送，我的演技还行吧？差7个人，我们送一送小心心啊！我想着是吸引力的定律。达标了，我们以后 PK 是1.5倍啊。谢上送的全套，谢回忆送的小头盔，姐声音真好听，谢谢小丫丫送的小心心。Go dancing underneath the stars. 是呀，谢谢索索送的，一直陪伴你，谢谢搭档。熊猫送的太空探探，谢谢熊猫，给我打他！老板大气。谢谢熊猫老板，谢谢熊猫，谢谢老白，谢谢简单点，谢谢所谓，他今天要把我头摘了呢，我把他头摘了。谢谢所谓，谢谢索索，谢谢哒哒，谢谢回忆，谢谢盛，谢谢小飞鼠，谢谢阿巴，一倍，谢谢万万岁，谢谢右西，谢谢兔子，谢谢奇迹202，谢谢新鲜乱三散票。为什么有人去叫他了吧？为什么我一连他那个死熊猫就出现？为什么？可能跟你那老布谷鸟，来吧，我要给你跳了。你跳，你学呀。
你先跳。哎，我不套你，正儿八经的。我知道，你就先跳就行了，我也正儿八经的。对不起了，六二三。咱们要做惩罚，没办法，对不起了，六二三。管理给自己家粉丝发一波塑料袋啊 ！DJ 六哥 remix。你学不学呀？我说你教我，我没有说一定要学呀。哎呀，大头变聪明了。行行行，可以。吐完了吧都吐完了。对面全是问号，正常正常，他们打问号正常，他们不知道我在干嘛。介绍一下，这我刚才在跳舞。我以为我跳的已经够奇怪的了，没想到我跳其实跳挺好，正儿八经的。你跳那个这个动作，那个好像屈服身了似的。不是这个动作应该怎么跳，我真不太知道啊。它不是应该，它不是那点吗？好吧，对吧？勇气可嘉，勇气还不如我跳的。别，咱出去打四人，找个专业跳舞的。行咳咳，行吗？让他教一教。好。嗯，行。嗯，你把那脑袋缩回去呗，本来头就大。挺好看的。你说那滤镜，他正脸，人就是正常，他照不着脸的话，他会就是缩回去。他那个放正脸，他都往回缩。你看，我走了，我也给你找去啊。拜拜，去吧。咳咳我。哎，这么看有点大，我就放回去了。这么看脸有点大，好像没什么变化啊。他那个动作不是这样的吗？哎，我这个位置做的还行，是吧？他那个动作不是这样的吗？Hello， 晚上好。Hello， 萌萌，晚上好，晚上好。大脑袋，哎，不是。出去。呛死。在捞谁呀？我看啊，我想想，我看一下子，有个嘎嘎牛有条件。哎，那个赵子婷，你听说过吗，陈哥？我好像连过。连过吗？好像连过，真连过。野岛呢？野岛没听过，没见过。看他到哪来啊？我认识。啊、这是00后的派对吗？啊，不是的，不是的。Hello， 不是，就是就正常玩。Hello， 明轩。Hello，Hello，Hello。嗯嗯。我感觉你们把我们这个平均年龄，我一下把平均年龄给拉上去了。没有，没有，没有，没，姐姐，就是说都是娱乐，都是开心。不介意跟80后玩吧？我也80后，那不介意。我也，我六零，我是18开头的，18开头的。好嘞好嘞，那你赶紧下播吧，一会儿号给你封了。岁数太大了，岁数太大了。怎么玩咱们陈哥说吧。我都可以，你们说呗，咱们怎么玩都行。那个什么扫雷呀，封果呀，我都行。我导你啊。陈好帅哦。啊，这弄得我好没面子。轩也帅，轩也帅，轩不一样。没事没事没事，习惯了。嗯，陈儿是那种想得到的那种帅，陈儿长得，轩儿你是那种看看就好啊。陈儿长得好帅，轩儿长得好，也好帅。人家说带个野也好帅。咱们那个谁跟谁过呀？咋都行。那咱俩一伙儿，或者说是，一男带一女。一男带一女吧，一男带一女吧。
我看我当年好听呀，那咱还用分吗？不用分了吧？啊，那你们选吧，二晨选吧，让二晨选吧。那要忽然我晨哥选个我，你不懵吗，姐？二晨选吧，兄弟们。重新收费吧，兄弟们，是吧？二晨，你看你公屏呗，你粉丝让你选，我想跟他在一起。我看看公屏，我你看公屏呗。公屏让你选玉萌你就选野岛呗，让你选野岛你就选野岛呗。还有可能，那为啥不能选我呀？他有可能选我。那我这个我除了就是野岛没别的选了呗，这个。行，萌萌你想，萌萌你萌萌你想跟谁我呀？可我们手心那个手心手背也可以。不是让你非得选一个呢？我非得选。他想自己单伙，他要自己非选，他想单伙了，那就他打死他不想跟我一伙。公平公平，一个野岛都没有，算了晨儿，算了算了、那个、哎，手心手背吧，手心手背啊，别难了，手背手背，因为来吧，我盯着公平看看了整整一分钟，一个叫野岛的都没有。我们家粉丝你得过去叫野岛啊，你不蹲在家干嘛呢？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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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心手背好不好？手心手背啊、哦、真的萌萌出去，萌萌出去，来，手心手背。命运呐、啊，萌萌，不好意思了，我感觉有点多少耽误他了，都是，而且下午都得骂我，你他妈非得出个背，可以，意义不大，来来来来来，不会失望吧？不会失望吧？来吧来吧，谁失望？谁呀、啊？谁王玉萌？他不能失望，他知道。不会失望吧？是谁失望？我失望呀！我为什么要失望？不是，不，他跟你一会儿他不会失望，他跟我一会儿他会失望。不是我跟你一会儿，你不会失望吧？我的意思。会呀、啊，当然会呀、啊，为什么会失望？行，我会展示出我爷们儿的那一面来保护你的。你会失、哎，你会失望吗？他会。纯正大原则。必败来吧。小果必须了，拿捏他俩。惩罚了、okay ？没有惩罚吗？交给我，咱打完再定也行，刀姐，行吗？打完再定吗？打完再定，对，打完再定吧。好的，嗯，好的，来吧。OK， 是的，好的。来吧。加油，上上票，不可惜啊。罚站啊，一会儿罚站啊，自己在那这个屁屁要一会儿罚站啊。眼影是花洛利亚的丫丫盘，花洛利亚的丫丫盘冲压。你要告状，告什么状？要乖乖的，要乖乖的，谢谢。哦哦，送的灯牌，要乖乖的啊、哦。谢谢登登送的全套。可以奖励，礼貌的可以奖励一个亲亲啊。礼貌的可以奖励一个亲亲。去哒哒送礼物。骨头，骨骨头，骨骨头。天哪，骨头家有大哥。骨头怎么这么猛啊？他刚才怎么跟我打的时候他没这么猛、啊？骨头好猛！我们加油，我们加油！贴贴贴贴，他大哥来了。Waking when the sun's down, riding all these highs, waiting for the calm. 礼貌就好，礼貌可以轻轻的。你正常点，我挺正常的，嗯。
谢谢韩老板送的什么动物园吗？不，泳池派对。谢谢韩老板送的泳池派对。谢谢韩老板，老板大气，谢谢。谢谢韩老板送的，这是啥呀？送的宇宙飞船。谢谢韩老板。These last few weeks I've been exhausted. I'm lost in my imagination. And there's one thing that I need from you. 老板大气哦。Can you come through? 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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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h. 谢谢韩老板送的心动连线。谢谢韩老板。And there's one thing that I need from you. Can you come through? Ain't got much to do. 谢谢韩老板送的太空飞船。Hometown, went to bed at noon. Couldn't put my phone down. Scrolling patiently. 真要盖呀。It's all the same to me. Just faces on the screen. 青海穿越。Yeah. I'm trying to realize.It's alright to not be fine on your own. Now I'm shaking, drinking all this coffee. This last few weeks have been exhausting. I'm lost in my imagination.谢韩老板送的星海穿越，谢谢韩老板，老板大气，谢谢韩老板送的心动 TV。 有面子啊，有面子，谢谢韩老板。谢谢韩老板，老板大气哦，韩老板牛啊，有面子有面子啊。老板大气，太猛了哥，我真顶不住了哥。我大哥都给我我看出来了，真的你太猛了，今天我不行了，我给你拉胯了。没有没有，不存在不存在。他咋的了？兄弟们，咱这边打完，感谢完武七哥上那个王卫萌的屋，圈帮他圈波他大哥打糊涂了。你给我滚！哎别别别，哥挺猛，哥挺猛，感谢我武七哥，武七哥今天真给面子。是我们赢了吧？怎么发？对，你们赢了。怎么发？你说我打这么多点票，你讲啊？叶导，你罚那个，你罚二成吧，我罚骨头。我罚二成，我哪忍心啊？你罚二成吧。行，那你罚别别别的，你罚我吧，我罚你罚我吧，他让他俩能在一起凑合一会儿，要不闹心呢。行，你都不想让我罚。叶导，你罚二成吧，你罚二成吧。你看你想让那行，那你先罚、嗯、你先罚骨头，你那个什么吧，扭秧歌吧，欢迎海哥。打他妈这些分，你家大哥我家大哥呼呼他妈这些人有我扭秧歌。好好好，咋的二成呢？我上次问了他真心话，这次换一个呗。好，那么接下来为大家呈现一个东北的秧歌啊，感谢一下这几家的刷的礼物，谢谢。
行了吧？就是啊，好像我咋感觉我这仨人一点面部表情都没有？有啊，一点不喜庆，他仨跟那都表情都凝固了。开心的呀，我在这儿。我也挺开心的，对啊，都挺开心的。你瞅我刀姐搁那儿，就美。你家人指了你，还整吗？整啊！还整吗？我再把自己带入这个状态。对呀、啊。爹爹也不知在干啥。只听说那铁唢呐吹得满街响哟，红蜡烛映着那红窗花。爷爷喝醉了，奶奶哭哑了，后来就有了爹，爹爹又娶了妈。打他妈十来万分，打他妈那些分一模一样也整。有人讨厌你笑。好嘞，别整这哭哭干冒汗了，真的。爹，我让你爸爱吃吗？新年快乐！刚我奶奶给我发了条微信，我奶奶在看直播，她说这才是正能量直播，以后多跟这些人玩。我奶也跳扭秧歌。喜欢小虎。祖师爷，奶奶，那祖师奶奶真是祖师奶。那让二婶唱歌好吗？那你这样子呗，你唱歌前的话就说野岛，你就假装给我打电话说野岛在吗？我想给你唱首歌，然后再唱。哎、岛姐，我给你几个建议呗。啊？什么建议？我要我给你几个建议，他有几个活整的嘎嘎好，什么苦卡一呀、撒娇八连呐、忘不了的你呀。那好，那就撒娇八连吧，叫野岛，然后后面撒娇八连。肯定忘不了的你那个挺狠，你忘不了你挺狠，可以吗？不会为难吧？撒娇八连，撒娇八连。嗯，前面叫野岛姐姐。你他妈真坑啊！你真坑你哥呀、啊！兄弟们，今天直播原子没赚到，但是非常开心。看他整那出真帅。野岛，好不好嘛？野岛，求求你了，野岛，拜托拜托，野岛，行不行嘛？野岛，我不管嘛，野岛，我爱你啊，野岛，你最好了，野岛，人家要嘛。这小死玩意儿。小果，这小死玩意儿真招人嫌，这小死玩意儿。小果，你小果你等吧。这小子玩真招人嫌。都给你，都给你，野岛赚的钱都给你。来吧，野岛下播，来我直播间当榜一，快点。火速下播。好，那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就下播了啊。很开心认识你们，萌、拜拜。好的，拜拜，拜拜，拜拜，导姐，拜拜，拜拜，导姐，拜拜，拜拜，帅儿，拜拜，拜拜，哎，拜拜，拜拜，嗯。喝多了可能。有排面啊，特效还在呢。新记录了，上次是明老板打的。谢谢半生送的全套。
貌的有青青啊，青青。刚才没有礼貌的罚站了吗？自己主动罚站了吗？没有礼貌的要罚站。没有戴假发，是我自己的自己服装。你家也来大哥了？嗯，大哥走了。不过他是说跟那个跟你那个是游戏好友。对，带我打游戏。你下回玩这种游戏，虽然我玩的坑，但尽量拽我一手，行不行？能过来到打十来万分，我大哥刚才说限额不限额，高低能碰一碰，哎、能碰一下子。哎呀，真行！今天二十七号了吗？你刚才也挺猛的，惊呆了。那废话，遇强则强吗？现在都大哥不限额，刚才就打他了，真打他了。就刚才那场合不是熊猫的场。对，刚才跟他刚才熊猫也在，但是打的有点猛。熊猫一般喜欢专门打你。嗯，他不喜欢四个人，他喜欢单独。他喜欢单独看。他单独打我，他不喜欢四个人。对对对，但是熊猫这个人还是能处的，为啥？因为他不喜欢我在外边丢人，就我俩单独连，他让我输，丢丢人得了。对呀、啊，你要四人连麦打我的话，我不是把人都丢外边了吗？他一般都是对准打，嗯，一般都是对准打。行行行，嗯，明白了，精准打击 ，OK。精准打击，一般就是打你， okay. 别人他。行行行，没事，我跟你说，这话别放太早。我刚才五G哥讲话的，刚才我哥就说了一句话，要是不是刚才限额的话，多少能跟他碰一碰。没必要也没必要，高消费了。对，我也行，我刚才就跟大哥说，我说俩人一伙儿，哥别打别打。对，控制控制，稍微，但没必要，真没必要。刚才那种情况，没必要。行啊，就是、行，挺猛，这是乐呵了，嗯、这乐屁啊，你也猛，这乐呵都猛哈，你猛，你也猛，你也猛，你猛，你猛，你猛，脑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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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脑袋大最猛，脑袋大最猛，脑袋大。天哪，从来没见你这么猛，你绝对猛。我跟你说，下一上一脑袋大猛，脑袋大猛。哎呀，你脑袋大猛，脑袋大猛。你跟我脑袋大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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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你别逼我啊！咋的了？你没说不让使物理外挂啊？你等我也买一个，你给我整外挂。你没说不让使外挂啊？行行啊，嗯。行，那您玩了，回见了，您猛，您猛，哎。回见回见回见，哎，好好好，您猛您猛，哎，脑袋猛脑袋猛，赶紧走了，脑袋猛，哎，好，拜拜，哎，走了，走不走？走了。哎，我的天，才不带他呢，带他干嘛？带他干嘛？不带他。他在学我，他没在学我。你罚完站了，好的，乖啊，可以睡觉了，可以盖到被窝里了啊。他一直带你呢，谁知道呢？欢迎小馒头，熊猫不在。We are the superstars, super super superstars, are we?The ones who have the power. We are the superstars. Super, super, superstars are we? The ones who have. 要睡觉的赶紧去睡觉啊！ We are the superstars. Super, super, superstars are we? The
谢北方送的告白热气球，叫他跟你打游戏，叫航母人吗？你礼貌小神亲亲。小神亲亲今天分手了，找点事情做，时间可以治愈一切的。掉了100分今天吗？真的假的？昨天喝多了，我今天已经醒酒了。我在想一会儿要不要给你们播吃播呀，因为我今天到了很多好吃的。怎么会掉这么多？因为直播有人，因为有人抓他是吧？要吃啊。我这可能放不开呢。我可能得到外面去，但是外面没有插电的地方。没想到亲了两次，天天亲，现在就吃，那我去拿，你等会儿我。我现在去拿。但是我今天这么好看，好可惜哦，直接去吃东西了。我给你们放个歌，然后我去拿好吧，要好多东西呢。放个歌在这儿啊，管理讲一下，我去拿好吃的了。相遇，天空记得澎湃，天空记得下季的雪。
去那份空空中色彩，不是人们与你宠爱，是夏天人间的依赖。等我复活，清晨阳光飘去清白，在二十二岁牵着你走彩虹青苔，我吻你的头，憧憬着未来，听风起的澎湃，听雨随夏季的绚烂，心里布满温暖下的雨，雨片满地花开。你表白，音乐大不大？音乐大不大？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有什么。大。这样好不好？我们第一个是花椒魔术，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有什么东西，好吧？好吗？我们有花椒魔片，然后香脆薯条，香脆薯条，你就放这边。蛋糕盒子，榛子巧克力千层，巧克力奶茶小仙球，肉松小贝，车厘子，菠萝。放不开了，大芒果，等一下，我要放不开了，大芒果，我们先开始吃哪个呢？我们先吃哪个呢？先吃一个水果吧，先吃水果。先吃水果吧，先吃一颗车厘子。水果，芒果和菠萝，你能看见吗？吃一个芒果，没有木瓜，菠萝，好酸，再吃一个，还可以，就那一个酸的吗？
喝一支。OK。然后我们吃一下盒子蛋糕。这么硬，快不动。还行，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吃。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吃。好失望，我们吃那个巧克力千层吧。今天刚到的。怎么没有想象中的好吃呢？嗯，别买啊，别买。没有想象中的好吃。好吃，我很失望，我很失望，不腻，是巧克力味也不是很浓，就是很平淡，我很期待的，那我们吃肉松小贝吧。别买哈，别在网上买那个千层吃哈，知道吗？千层不好吃，千层你们买那个家里，就如果有外卖，你买现成的吧，在网上买的不太好，我感觉。肉松小贝。
问这个好不好吃，这怎么是草莓味的？我没有买草莓味的呀，这是什么？还行，其实也还行。我们最后开这一个，好吧？好吧，我们就不信我们买的这些所有的东西都不好吃啊。它不是不好吃，就是我可能给它的期望太高了，就是，平平常常，就是平普通肉松小贝的味道，没有什么期待。这个是巧克力奶茶，巧克力的，这个是感觉这个应该可以，吃个带姜的。我再也不会在抖音上买好吃的了。行，这是锅巴味儿，花椒馍片，谢谢妮妮送的全套。这是锅巴味儿，花椒馍片。你喜欢吃硬东西的话，你可以买买看啊。我不太喜欢吃硬的东西。他说那个什么。什么焦香酥脆，有点太硬了。香脆薯条，这个味道其实还可以，这个花椒馍片味道还可以，就有点太硬了。
放配料表。嗯，这个好吃。嗯，这个好吃。长这样啊，叫脆生生。嗯，这个可以的，这个不硬啊。嗯，没想到最不起眼的小东西是最好吃的。嗯，这个好吃。尝尝另外一个味儿，这个是黑胡椒味的。这个不好吃，烧烤味的好吃，这没什么味。这个不好吃，黑胡椒的不好吃，烧烤味的好吃。我没有链接，这是我自己买的。没有了，我都拆完了。我们把这个盒子蛋糕吃完了，这个没有盖儿。但是这个真的很一般。QQ 连麦呢。Hello。晚上好。晚上好，玉萌。啊，你在吃啥呀？我在吃小蛋糕。哦，哎，你直播你一般唱歌吗？唱呀。那咱们两个要不然来个才艺局啊？行，可以的。好，咱们就输了先唱，赢了后唱呗。好，好，行，嗯，咱那个我是十分钟的，你那是五分钟的吗？要不我等你连我。啊，我连你吧。好，行 ，OK， 嗯。啊，那我们好，好嘞，好嘞。好，给我炫一个芒果。等一下啊，啊，啊，不吃我吃了啊。嗯，我饱了，我吃不动了。啊，太硬了，这个馍片。这个味道是好的哈，但是它太硬了，太硬了。好吃吗？啊，这好像卖相有点不太好。那我吃吧，谢谢回忆送的全套。谢谢送的真爱你，谢谢无心。我吃饱了，兄弟们。我吃饱了，我不能再炫了，我要撑死了。上票啊！
这两杯。我们好像打不过，这不土呢吗？这不是在土，这不在土呢吗？这不是土了吗？说说我要唱歌了。谢谢老白。谢谢大大，谢谢吴昕，谢谢做蜘蛛吧，谢谢回忆，谢谢 Mr. Wang， 谢谢阿巴阿巴。你想听什么？我想听什么都可以，你唱什么都好听。嗯，那我给你唱，我给你唱牛奶歌好吗？牛奶歌，韩文的那首吗？对。好，好。欢迎随风而逝。耶，思思同学好像教过我这首歌，牛奶歌，是那个夹娃娃的背景音乐吗？不知道啊。是是的。萨阿萨，乌哟，去哇去哇，一日拿金杯，拿奶的。우유한잔생각하세요우리가족의건강을우유먹고지켜내세요우리몸에땀맞는걸아이좋아시원하게이른아침에눈을떠우유한잔생각하세요우리가족의건강을우유먹고지켜내세요콜라홍차커피 Oh no 可以吧？可以可以。这首歌我知道，我妹妹有一次录视频录这首歌，然后我在旁边帮她阿萨阿萨来着。阿萨阿萨阿萨。那我唱个啥呢？你们家有什么？你不是我这个我不会。谢谢我们拉面哥，咱俩就才艺交流一下呗，输了不赢了也唱一段。谢谢我们拉面，没关系，等我下次赢你的时候你再唱也行。你都赢了，那都行。唱歌。没关系，送你半首吧。你们家粉丝有什么喜欢的？没有，
没了，那你想，那你唱一个你自己喜欢的就可以。好，那我唱《匆匆那年》吧。好，欢迎我们尾巴哥，谢谢我们拉面，来伴首《匆匆那年》送给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给玉萌点点关注啊！谢谢。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场激情上面的雄辩。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撂下难以承受的诺言，只有等别人兑现。不怪那吻痕还没积累成茧，拥抱着冬眠也没能羽化再呈现。不怪这一段情没空反复再排练，是岁月宽容纹丝反悔的视线。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匆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关也无牵，我们要互相亏欠。要不任凭和怀疑，谢谢谢谢，好听好听，行，嗯，那我就先走啦，好，拜拜，行，我们下次连，拜拜拜拜，玩得开心，拜拜，嘿嘿，吃的我满嘴都是那个啥，嘎，你是不是挣多了？我咋了我？谁让你搁这吃的？嘿嘿。吃啥呢？我干啥了？芒果。我瞅眼。你吃狗肉。车厘子。又送小贝。哎。薯条。馍片。小蛋糕。又送小贝。大蛋糕，哥们儿，你能吃了啊？你是不是有点浪费啊？吃不了，放冰箱。但是都不好吃。真能造。这个好吃。你，大家在看着你，然后你哐哐搁这吃，说来一句，嗯，不好吃。你大家干干巴巴搁床顶上躺着，瞅你吃直淌哈喇子。你说你这样式的他们能得劲儿吗？我必须得为你家粉丝说一句公道话。刚才又一句嘴一口有点倒不太过来。我喝口水啊。撑死我。能不能尊重一下你们的粉丝？我很尊重他们。真太公道了，你是吧？饿完玩的了，你瞅瞅，你他们搁这饿，你光光，骨头懂我们，必须的。你能不能就是我瞅瞅那蛋糕，什么馅儿的？巧克力。不行，我看那肉松小贝。你吃一半，我看那是什么，也是巧克力的。这个是巧克力奶茶的。你掰开我看看，你吃一个。我给你掰开它。行行行。
哎，这也挺好的，这啊，怎么样？这很好吗？八折。你尊重一下粉丝好不好？能不能不要，别在这吃了。萌萌，你家人说话了啊、哦！这一条给我干乐了啊、哦！他妈不啊！萌萌不光自己吃，还喂我们呢。现在我这样的，我这样啊！你要炫我自己嘴里。刚刚还给我们炫芒果呢。啊！吃饱了我。我家这窗户漏风，我喝点吃点风。停，凉，小心。吃下西北风。我家这边有点风，正好去吃点风。小心着凉啊！吃饱了，没关系。嗯，今天晚上不打了。我不打了，我要去打游戏了。行，好，陪你给你上陪我大哥哥打游戏去吧。今天没有哦，他呀。他应该他应该不打。他玩的很，他是吃鸡主播吗？嗯，他应该下了播以后就不打了吧？应该。萌萌不让我们说，谁说谁罚站，我被罚了10分钟了，别老罚他们。哥们儿，再说你等会儿，我替他说一句话。哥们儿，选什么选卵呢？这字念呢？去选卵呢？哥们儿，打一把，打一把，来吧，打一把。旋卵呢？你那个你连灯牌都没有。来吧，咱们打一把。那字念青啊，玄青，对吧？打一把。OK。我不打了，我就过去溜溜，看你吃啥呢。哦，好吧。你家熊猫搁这来了。熊猫他说不打了。我不是不打，我怕他打死，我怕我打死你。这么的，输了来吃一口。啊，两口吃两个肉松小贝。不，我不吃，这个不好吃。哎，你这么的，填三啊，填这边搁俩车厘子，这边搁俩车厘子，给我搁这含着。行，那你输了呢？你输了倒立吧。你说吧。输了倒立。你给我死下去！你是不是有毛病啊，姐？倒立吧。那你也倒立。我不会。我可以给你含车里往上爬。我不会。你会倒立？我给你，我也含。你都会？我含点啥呢？我也含点啥呗。你家有熊猫？那我倒立、哎、没有。那你倒立。真损，真损，瞧不起谁？那明天我他妈多买点水果搁家，真气人。你家有水果吗？嗯。真气，你家有水果吗？你家没有。没有，你家没有，我有。哎，撑死了！哎，撑死我了！这个薯条真的可以买，朋友们，这个叫脆生生香脆薯条，烧烤味的好吃，还有别的味道的，黑胡椒的不好吃。我没有胖，我是这个角度问题，我没有胖。祝星辰大海生日快乐，大海生日快乐，希望你谢小白送的热气球。那吃吧。
PK 完我点生日歌哈。哎，挑死我了。谢谢噔噔送的全套，我把它卖毙了。游戏跟他打完了就玩哈，跟他打完了就玩。哎，撑死了，撑死我了，我还得收拾垃圾。把手机架起来吧，他要早点休息吧。他应该要早点休息吧。好，那个高冷的我又回来了。不叫他打了，他不都下播了吗？我没有胖。我88斤，我没有胖，我不听，我没有胖，不听不听，不放点音乐吗？电脑离得有点远，他不直播，我拉他玩干什么？估计我跟他一起打也会被切啊！谢谢丹丹送的爱的守护。一会打游戏，打完这把 PK 打游戏。陀螺，牙套里可能有脏东西，不能露齿笑，需要不露齿。哈哈，他又是不是又要给我挂了？你是不是要给我挂了？一颗真心，他们熊猫真膈应，他们往死里打，真他妈烦人。感谢记忆，感谢影，感谢聊罐罐，感谢冰冰，感谢梦，感谢人的一生为啥玩，感谢妈电话，感谢 forever， 感谢加什么儿，谢谢大家6.23秒。现在记忆非常喜欢卡我这个点儿。真皮虽然说输了，但是很漂亮那种感觉。熊猫，你去给我死去！你有毛病吗？你一门打我！哎呀，我梦着熊猫就打你，就打你，真气人，真气人！哎，熊猫，嗯，你不要再抓住你啊！指哪打哪。嗯，他们说你家管理过生日是吧？那我冒昧的问一句，你家管理过生日，你今天晚上怎么光吃一晚上？他管理过生日，我就不能光吃一晚上了吗？谢谢清欢送的八音盒。老白，生日快乐。老白不过生日。谁过生日啊？你不认识他，很乖的，他不往那边跑。你也过生日？怎么这么多人过生日？一会儿给你们唱生日快乐。我也过生日。你也过生日啊？你过生日快到立群、
我过生日能不能免了这个惩罚，当做我那个生日礼物？不能。快！咱俩从今天开始，势不两立。倒立多长时间？一会儿就行，你憋的脸上。你给我死！你给我定个点，一会儿就行。我等半个小时啊，一会儿。30秒久不久？15秒吧。30秒感觉有点久。我去了，兄弟们。去无人岛旅行，我不会管你的。天空一望无际，是海洋的倒影，蓝色一望无际，我的你在哪里？假如迷路了一定，思念装进泡沫瓶，欢喜给我也让安心。你说啥呢？我说你很厉害。你给我死！我看你绝活，绝活！是我做惩罚挺厉害。绝活有点东西，绝活。你吧。我怎么了？一天。我等会儿，我把耳机一下踩折了。怎么呀？拜拜，咱回见啊！晚安，行，我再看着你啊！好，下次记得让大头倒立。好，他脑瓜都得扎的，脑瓜都得变大。你连这么多就关注一个大头，给他取关。谢谢你，快来我这儿吧。生日快乐啊，对面那帮人。嗯，谁过生日？祝你们生日快乐。嗯，好，拜拜。哥们儿，你放点开心点生日歌呗。你那是啥生日歌啊？这才行，整点阳间的，这就阳间，他那是外国的。拜拜，他那是那个。生日快乐，学习顺利，工作顺利，平安健康。顺便我给你们念一下今天的平安快乐福吧。然后我们下播打游戏去啊。今天的平安快乐福，今天的平安快乐福，快乐福。会变成光的，要和日后相见的那个人互相照亮，前路浩浩荡荡，万物皆可期待。世间治愈的是愿意自度的人，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自度，好好的平安快乐，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平安健康，开开心心啊，祝大家平安快乐。Pure white snow, I know this road is gonna take it.
face of a strangers, but I'm not afraid of, cause I wanted you, baby. I wanna travel on the sea with you to eat it on the meat. 爱你们哦，祝你们生日快乐，平安快乐。我们去打游戏吧，我们去打游戏吧，去打游戏啦，打游戏咯，亲亲，拜拜。我一比六三，睡觉了，晚安晚安，我们去打游戏。又给我卡在奇怪的地方。我们去那个什么，去打游戏。对，我们要去打游戏喽。拜拜喽，晚安喽，熊猫拜拜，晚安喽，拜拜，小朋友们等会见，拜拜。